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众所周知，煤炭资源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能源之一。在世界各个国家，煤炭资源的使用都非常广泛，小到生火、取暖、煮饭，达到炼钢制铁，都离不开煤炭资源的帮助。而煤炭资源在我国更是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受到了人们的使用和开采。我国的第一露天煤矿也是我国最早被称之为煤都的地方。这个最早被称之为煤都的地方就是我国辽宁的抚顺，它被称之为我国第一露天煤矿。其蕴藏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在发现并开采的时候，测量煤炭的深度达到了55米，这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由于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能源，所以煤炭资源在经过长时间的开采之后，早晚会有枯竭的一天。而位于我国辽宁的抚顺地区的煤矿就足足开采了200年之后，资源耗尽枯竭，只留下了一个被开采出来的深坑，证明着这里曾经丰富的资源。而辽宁抚顺的煤矿在开采殆尽之后，这里又迅速又兴起了旅游文化，许多游客都会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跑到这里除了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之外，最多的还是来看一看这经过岁月变迁以及人类发展所留下的痕迹。而很多人在亲眼看到这因为开采而留下的巨大坑洞，不禁陷入沉思。小伙伴们看到这里，不知道你们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呢？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下期再见。